实际能成就啊。今天的第二组，九加八，十七，十八，十九，十九龙五，十九鸟人啊，看看能不能出紫色成就啊。今天的第二发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，兄弟们？手法，走底，手法，懂吗？手法。有没有？哎，就十二啊。鸟人啊，鸟人要看成长了。妈的，不是虫子，是高。主要是成长，二五以上发财。我算一下，是二几？二八七是吧？二八四，一点一八四加一点二八七除以二，哎，是吧？一点一八七加一点二八七除以二。1.26有可能，可以啊，能接受了吧？不过还是低，还是低啊！可以，不过成长低点儿，2526的成长香了。十一技能的，十二技能的，233，好像兄弟们发点财，好像发财了啊！但是要是童子的话更香。目前给到18000了，18000我还是觉得少了点，但是他能吃到1100，资质比我们好，是18000少了点，1400、1100、233嘛，1400、1100、233，咱们是哎一样啊，一样啊。那18000可卖不了了，那18000可卖不了了。